到了四月，菏泽牡丹迎来了盛花期。菏泽牡丹呢，品种繁多，花色奇丽，自古就有曹州牡丹甲天下之美誉，牡丹也成为了文人墨客千百年来咏诵的主题。从古诗词中走来的牡丹又有哪些流传千古的名句呢？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。